以采访他的人跟他说，啊，因为最近日本疫情很严重呢，所以都是负面的消息气氛，所以这个去采访的人跟这个摄影师说，我想要开始做这样的事情，那你觉得怎么样？就是ポジティブな声を SNS に広げよう。ポジティブ。ポジティブ。相反是ネガティブ。正向的。正能量、正向的、这样的声音在 SNS。SNS。はい、社長ワンさん、広げようは、広げよう、まあ、広げる的意象詞ね、在社長ワンさん、在 LINE 啊、在連絡啊、広げる、扩散、扩大、把正向、正能量的声音在 SNS 上面扩散吧。这个叫ありがとうプロジェクト。ありがとうプロジェクト。プロジェクトは外来、あ、专业是プロね。プロフェッショナル是专业。专案、企划案で。所以他想要做这样的事情。医生が、医療従事者、医生が、护士は、他们都很辛苦。所以尽量把这个谢谢你这个声音传达给他们。摄影师他的回答是什么呢？ずるい。我们觉得很好吧，他们很辛苦啊，医生、护士、医疗从事者很辛苦，所以我们把谢谢你这个声音在网络社交，社交网站传给他们，很好吧。但是这个摄影师的看法不一样，他觉得ずるい。狡猾，哎，为什么狡猾呢？啊，当然每个人的想法意见不一样，所以可以想想看他为什么这样子讲。自分たちの頑張りを勝手に外野が美化するな。自分たちの頑張りを勝手に外野が美化するな。頑張りす。名词，努力，我们的努力，勝手に任意的擅自的，外野，外野是局外人的意思，美化するな，不要美化，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所以局外人不要。任意擅自的把我们的努力美化，你们真的了解我们的辛苦吗？まあ、这样的感觉呢？リスクある労働を押し付けている。リスク、まあ、有危险、风险的，押し付けている。这个刚才有出现的强加于对方，所以我们没有察觉到这一点。哦，我不想做那么有风险的劳动，但是医生啊、护士啊，这些医疗从事者啊，谢谢你们辛苦了啊，你们去做，我不做，你们做的意思，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呢。所以啊，谢谢你，我不会做，你们辛苦了，你们做。谢谢你，所以狡猾的意思。那对这个医疗从事者来说，他们跟我们一样有家人啊，也许不想做，但是我们都把他们美化呢，就是把刚才讲把对方把他们当作感动的存在，让我们感动的存在啊，医生啊，护士啊，有。生命的危险，在这么的情况下，拼命的为大家，为这个台湾，为这个世界，很努力啊，很感谢，把他们美化，当作让我们感动的存在。
那实际上他们也许不是这样的想法，他们也有家人不想做啊，也不想付出性命啊，但是你们把我们当作这样的存在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好像理所当然我们要做的一感觉，所以教化嘛是这个意思。那他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他自己有这个经验，取材有记者来采访的时候，记者都想要问啊，家族との感動エピソード，家族との感動エピソード，可不可以讲给我们听跟家人的很感动的这エピソード故事？那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去采访的人很想听啊，一定有你跟家人之间有很令人感动的故事吧？我很想听。但是本人呢，他想要讲吗？也许不想讲。但是去采访的人，我们也常常会犯这个错，都没有考虑到对方的心情。但是我想要听，为什么想要问这个问题呢？因为我想要，我自己想要感动，所以请你讲的让我感动的故事吧，这个意思。这个是考虑自己吧，不是考虑对方呢，所以这个其实是很自私的行为，但是我们都平常都没有察觉到，所以他有这样的经验。还有一些平常没有来往的、没有联络的亲戚，自从公开有事得了癌症之后，就找他说：“思い出の地に行こう。”思い出の地就是回忆的、令人怀念的，就是我们以前有去过那个地方啊。那你的生命剩下几年？我带你去那个地方吧，那个回忆的地方。一些亲戚呢，突然联络啊，我带你去那个地方。那他是好意呢，好意。但是这个摄影师他想去吗？也许不想去呢。所以都是这样子，是好意，但是没有考虑到对方的心情，自以为好去做呢。所以有可能这个亲戚是啊，想带他去那个我们以前有去过这个地方啊，还怀念啊的话，可以沉浸在那个很感动的气氛里面呢。相手のためにというふりをして近寄ってくるけれど、結局自分のことしか考えていない行為。相手のために。为了对方というふり、ふりをして、ふりをして、装作为了对方，为了你哦，在捷运里面，在火车里面假装睡觉，寝たふり，寝たふり，这个ふり呢，装睡，寝たふり。那装作为了对方，为了你，近寄ってくる。近寄ってくる，近近靠靠近，来靠近。けれど，但是，結局，結局は，追根究底，追根究底，自分のことしか考えていない，这个しかないね。しかない，只有考虑到自己的事情，是这样的行为。表面上是装作啊，我是为了你，为了对方这样来靠近。那追根究底，只考虑自己的事情，这样的行为。刚才说这个医疗从事者被大家说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第三者からありがとうと言われると。何も言えなくなる。被第三者说谢谢你，谢谢你的话，何も言えなくなる，变成什么都不能讲。本来有很多话想要讲，但是被第三者他说啊谢谢你，谢谢你的话，什么都不能讲了。
好像理所当然要做这个有风险的劳动的感觉。所以这就是刚才说的反撃を許さない暴力，不允许对方反击的暴力，什么都不能讲的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们是好意，有点真的很感谢。但是从某一方面来看，是不允许对方反击的讲话的暴力。那这个问题是本人の気持ちを置き去り。本人の気持ち、本人的心情感受、置き去り、抛下不管的意思。所以本人的心情、本人的感受都没有考虑到，就不管他，抛下不管的意思。我刚才讲的医生、护士也好，摄影师也好，被采访。啊，请你讲家人之间的感动的故事啊，我带你去什么什么地方啊，都没有考虑到本人的心情感受，都没有问对方啊，你想不想讲这个内容，你想不想做这件事情。感动コンテンツを見て感動したいだけ。まあ、コンテンツをね、看感动的内容。自己想要感动而已呢，所以追根究底只有考虑自己的事情，我自己想要感动，所以把对方当作娱乐的节目去看待。刚才说为了对方，为了别人，人のため，人のため，这个叫做为了别人，为了别人。为上，为了你，为了别人，为了大家，实际上是为了自己，这个叫牺牲。那用佛教的话来说，増毒の善，増毒の善，まあ善是善，好的行为，但是心里面有掺杂毒。这叫做杂毒之善，増毒の善，不是很纯粹的善的意思。重いテーマですね。考えさせられますね。